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离。大家怎么都变成了美声？我歌唱每一条河。我特别喜欢吃香辣的美食，有其他的美食吗？老师，老师，回答我。Tomorrow.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，微笑着面对它。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，坚持才是胜利。脚踏实地坚守平凡的岗位，代价不菲，逆境比顺境更珍贵。坚持靠嘴，举起晚夕阳的余晖，看着温柔负担从来不觉累，我尽力而为。围一个圈，一起唱一下，这样子就要像前乒乓吗？放下手机，我就唱一遍。我头大，一个头三个大。准备啊！你是我的英雄，值得用生命歌颂。我们相信爱和幸福会永恒，我们为梦而生。你是我的英雄。睡吧，睡吧。
迷迷蒙蒙，迷迷蒙。下次再见 ，See you again。